深处，呼唤你的人又来不及了，声音又出现危险。好了，不止现在，你联手。首先，接下来听好，好消息是，现在的人生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在庸碌中活着，还是为真相冒一次？在梦中，无需说谎，找到答案，找到我。怪物又出现了，小心，西西弗！到了小丑的表演。梦中已知的尼克斯，过来看，新人感应到回响了，回响中蕴藏着多种力量，不知道新人能不能做出理智的抉择，应该能听到吧？西西弗适合感召类回响。星云，也让你不要打扰新人。表现呀，触碰棋子吧。
镜专卖，你刚接触第一次失眠症。你是？我是星云。你醒了？在记忆恢复之前，第一个问题。我认为很好。其次，觉得奇怪也正。不过，星云，杨，这间奇异店铺里。好了，尼克斯，先看新闻吧。能够购买梦境的店铺是真的吗？请跟随本台记者镜头，失眠也就在前不久。在我身边的，我们售卖的，按照您的说法，没错。那请问是梦？如您所见，虽然这家店名。等等，也成了第一个头。你好，我听说不只是你，你们卖给我的梦偶。之前梦偶不可能，我是这件砖的和书的。你总是在梦里很是啊，看来找到了。我看到了梦不，所以梦偶对你，你有办法帮我？或许我们可以做个交易，我会成为你不成，没关系，你将与西西弗相遇。我需要重新整理一下前因后果。我第一次踏入这间奇，不对，不是呀，李老板因此发现了我的天，循着梦的呼唤，我想起来了，2:05，正如李老板所猜测。不过他们不是人，没错，在深眠中他们是梦境，西西弗会让那店里的梦偶只是寄存梦灵力量的载体，这是某种即将到来的危机。他让你的梦，他们是梦境，西西那店只是寄存梦灵力量。你好像知道，不是借势于研究梦，利用梦的力量，成为不，我无法完成，我还没有准备。没关系，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。老师，好久没做这么有明智的选择。交易继续。你的情况我会让尼克斯向研究会说明，他们应该很乐意看到你这样有天赋的捕梦者出现。听起来研究会很重视捕梦者。没错，到了。第一次所需的是想到我们在这里，捕梦者前辈，今天也是。别叫，外面好危险。感谢你为我寻回了新的解答灵感。警察说明深海的梦境，别担心，其实有了他们挺聪明的嘛。等一下，云西西弗和迅影有不错的，未来可靠的选择。期待你的。深
海之梦出现，我需要人类大脑开始吧。